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的图片展在中白工业园的展示交易中心开展了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在展会交易中心呢，我们还会看到中白工业园的建设发展图片展。那么此次的展会呢，将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，从9月14号到10月14号。这个就是当时